一会儿给我扎两针吧，给我来两针。不急不急，岁月静好，慢慢来。因为我脖子颈椎不好，颈椎第二、第三节错位，然后骨裂，骨裂啊，裂一点点。OK。然后尾椎有一点点错位。所以你平时就是什么情况？我工作忙，然后坐车坐得多。北京有一个医生，他就扳脖子，咔咔。然后你是一个真骨医生吗？对，是吧？对，很厉害。然后咔咔，然后咔咔就扳回来，很厉害。